吃歌四，水果派对大混乱。哈哈，亲爱的伙伴们，森林水果派对开始喽！好耶！好吃，好吃，不好吃。都别动，举起双手。什么情况？提洛，我是大眉毛坏蛋，不是提洛，乖乖把你们的水果交出来。呼！大眉毛坏蛋，竟敢来我大胡子的地方闹事，我要好好教训你！香蕉发射器，嘣！哎，打不中，打不中！哎呀，你们别闹了，打到大家了！看看我的香蕉手榴弹！你们快停下！提洛，你们怎么能把香蕉当玩具？这太浪费了。对不起，可是香蕉真的不好吃。不是的，香蕉可是营养又美味的食物呢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吃香蕉吗？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浪费香蕉了。不仅是香蕉，任何食物都不应该浪费。可是香蕉一点也不好吃啊。你们试试这个香蕉奶昔。好好喝呀、我还要。在喝美味的奶昔之前，你们是不是忘记了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呢？我们再也不准备浪费食物了。音乐启蒙，快乐成长。